你门口找一超市啊，你进门看看，你不得佩服一下人家开超市的人吗？他们有什么可佩服的呀？卖面包的那个地儿，那个灯都是黄的，黄的。你看这面包啊，哦，金黄灿烂，可口。那鸡蛋色的。卖海鲜那儿的灯都是蓝的，看着鲜，对不对？嗯、卖肉那儿灯都是粉红的。哦，你看，你想去吧，啊，去过那个地儿吗？门脸不大，小门脸儿，挂一粉灯，能总结的就好。我说的是超市，超市，超市。说的超市，你们以为是大超市呢哈？那地方那灯是红的，还得是行家啊，不是粉红的。好的，好的，好的，不重要，不重要啊。眼睁就是，你看，你到超市里边，你看那个卖那个泡面，嗯，架子上摆的都泡面，嗯，你一定买后头那个。为什么买后头的？他摆着前面那个都快过期了。哦，让你先拿走。你就说这个人开超市的人脑子都这么聪明，得想啊啊！买了好些东西，然后站那排队等着结账吧。嗯，超市那前面那个收银那儿正忙着呢。嗯，你回头这儿卖电池的呀，嗯，卖小玩意儿的了，嗯，卖口香糖的了。是，为什么在这儿呢？为什么？知道你会有冲动消费。怎么叫冲动消费啊？等着排队呢，顺手快，嗯，拿点吧。哦，口香糖，来个一块结账，买了。这人家卖东西的想在你前边哦，还有一些个可能你不好意思买的东西，也摆在这儿。不摆在卖肉的摊上啊？啊啊啊！啊，你等着也等着呗，是吗？在这儿，顺手拿，哎。一块儿结了，你看，嗯，你要搁在里边，嗯，单有一面墙摆好了，是马的一面墙都是拿灯打的，嚯，哦，你好意思过去吗？上去拿去，就是你就非得，嗯，还是有生活，嗯嗯，人家结账这收银这个人家看都不看，是吗？人家在长期简单，嘚儿打，嘚儿嘚儿，来，于老师，这您的啊，这全我的呀，我买的呀，所以说，嗯，说相声得是个聪明人。得研究。有人问我说相声有什么窍门吗？有吗？记住了四个字儿哦，雅俗共赏。哎，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啊，辩证关系。单纯的雅和俗不成世界。嗯，雅你还雅得过昆曲吗？昆曲很雅呀。昆曲当年多雅呀，是吧？啊，那会儿清朝的时候，清政府都写在法律里边了，嚯，哦，要听昆曲。是啊，乾隆44年，地方戏的演员进北京算犯法，不让进吗？因为你不是唱昆曲的。哦，啊，捆好了得问你改不改昆曲。哦，改昆曲就饶了你，不改昆曲送回元郡家乡种地去，遣送了啊。但是乾隆55年这章程又改了。改什么了呢？乾隆过生日，嗯，朝廷又贴告示了，要求地方戏演员进北京给皇上贺寿。你看地方戏这回学坏了，进北京之后团结一块儿，他们大伙儿成立了个新剧种，就是京剧。哦，从根儿上打败了昆曲。是是。所以说，单纯的雅不成世界，啊，单纯的俗也不行。老光俗也不行吗？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哎啊，谁看的那个？我觉得贵阳的观众素质有待提高，我们这也看呢。所以说我们要求的是雅俗共赏。哎，雅俗共赏。什么叫雅俗共赏呢？怎么呢？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没听说，那更没人看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心意我们领了啊。等再过两个月啊，再过俩月也不成。还是冷，这会儿还是冷啊。所以说好演员要熟悉自己，了解观众，明白人情世故。哎，这倒对。得知道什么叫人力可为，什么叫人力不可为。哟，怎么又出来个可为不可为？你往台上一站，你得明事理啊。哦，有的事儿是人力可为，有的事儿是人力不可为。怎么叫可为不可为？人力可为啊，你比如说说相声去比赛吧。相声大赛。相声大赛。哎呦，我最近了不起了。怎么？最近又闹相声大赛了？什么叫闹相声大赛了？说相声都来参赛来了。哦，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参赛了，都来了。哎，到最后该评奖了。是，评委们坐在屋里边，咱们得商量商量啊。嗯，
这一等奖给谁呀、啊？商量啊。那当然，比赛最后都得商量。是吗？啊，几个评委，这是在青岛商量的吧？这是，这个海边上一等奖啊啊，这个、哎、行了，对，这评委商量完游泳去、啊、是怎么说？就说个意思嘛啊，张三得给奖，凭什么给他呀？张三他们家四辈都是说相声的，哦，这有情分。那当然了、嗯，他祖父是咱们这行的 logo， 嚯，他爸爸是咱们这行的图腾，就指着人家呢。你不给他，连咱们。都是假的了，都别干了，得给他，得给他。啊、张三、李四也得给，李四凭什么？这次相声大赛的赞助是李四拉来的，啊，人家是金主。咱们天天是跟这儿吃红烧肉，这不都人家拉的钱吗？那可不是吗？王五也得给钱，王五呢？比赛场馆是王五的，地主。要不给咱轰出去，咱都睡街上，多丢人呢。这前三名就没了。所以说这个奖给他给他没有什么区别哦，是人力可为的。哦，这倒理解了。你这包括演员评级啊啊，演员评级，评级也是商量可。这是一级演员，那是二级演员，这是三级演员啊。你听着挺复杂哈，但这东西没有那么复杂。那你现在是四级，那我还得努力呀、啊。对呀、啊。哦，于老师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八宝山烧死人的地方有电影制片厂吗？谁一听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他本身就是越假越不嫌假，必须往假处说。为什么呢？因为还这些年来我没少吃这个亏。怎么？你无论到哪儿去，底下就有我们相声同行。同行啊，哎，就坐着底下化妆成人类，化妆成观众、啊、差点把实话说出来。他坐底下拿笔记、嗯，这句话值得举报、哦、这句话可以陷害，呵，这句话可以如何如何、嗯、写完他找有关部门去。郭德纲、哦、郭德纲又讽刺八宝山电影制片厂了，呵，于老师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啊、演员可以，现在是四级，正在努力的调整三级、啊、我奔着三级去，是不是、嗯、哎，这回机会来了。哟，来什么机会了？这厂子里边要拍一个电影啊。那我争取参加呀。如果你要是男一号，电影大卖，调级是没问题的、啊、哎，我努力。过两天宣布了，嗯、啊，您是男一号。嘿，我还男一号。哎，这个电影还很好啊。故事一展开了，您是一个大学生，我还年轻，您是大学生。是是，哦呦，上大学，校长很喜欢你。喜欢我能怎么样？哎，认您当干儿子。哦，我拜了个干父亲。您就多了个义父。可以，副校长喜欢你。那你又认了个义父。俩义父。哎，学校主任喜欢你。我呢，认个义父。仨义父了。传达室王大爷喜欢你啊，认个义父。我认那么些义父干嘛呀？学校还给您送块匾，写着“富可敌国”。哎，我就是爸爸多是吗？一眨眼，大四了、啊，快毕业了。您要实习了，实习好啊，送您到夜店去实习。专业倒是对口。嗯嗯。啊、您在夜店里边负责当个玩那个电磁炉啊？啊，电磁炉啊。在烫着我，这那叫什么？那叫打碟的。你在夜店里边打碟？哎，打碟呀！我倒不骂娘是吗？不是，打碟什么？打碟，在夜店里边就干这个。对了，这天女一号来了，苍井空出现了。哎呦，四目相对啊，男有情，女有爱，那是爱情片吗？这就开始了一段美妙的爱情故事。这就讲故事了。但是突然间，嗯，哎呀，于老师被开除了。我怎么被开除了？违反了夜店的工作纪律。我怎么了？夜店只允许无上装工作，我呢连裤子都脱了。好家伙，我光着屁股在那儿打碟呢。嗯嗯嗯嗯啊，行行，开除了。那得开除。于老师很委屈。那我还委屈啊，一丝不挂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光着屁股走的。嗯，拿机器人拖走的。还没听说过，送医院了是吧？啊，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还上车了，辗转新马泰又回到北京。我、哦、这一圈陷得真匀实。嗯，回来之后有新工作了。啊，找着新的了。一个跨国的出版集团，您当副总经理。啊，当官？什么集团？就是那个花花公子。哦，那我这副总经理啊，您是分公司。分公司。花花孙子。哎。我怎么降辈儿了？我回来都副总了，你还在乎这个？哦，哎，在这儿上班，又一次遇见了苍井空。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哎呦，你决定啊！
要向他求婚、啊、早就应该买一大钻戒、啊、给他。这大钻戒如果就这么递上去显得流于俗套，就不浪漫是吗？想了一个办法。我呢买了20张发面的饼。什么叫发面饼啊？我不知道哪位是打北方来啊。啊，北方老太太们在家烙饼就爱做这个。怎么样？发起面来烙饼、啊、那个饼得这么厚，一张得这么大个儿，就您说这锅盔就是、哎、差不多吧啊。哦，拿过一张饼来、嗯、把这钻戒拧进去，搁在饼中间，大麻袋打开了、嗯、背着20张饼，哦，拉着苍井空两个人去春游。我带着他出去玩去，山坡之上一抖楞、嗯、哇，20张饼漫山遍野，我把饼撒在山上了，拿手一指那个，哦，苍小姐就跑过去了，是捡起饼来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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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吃了，吃完了，哦，那个他又过去了，嗯，简短结束20张饼，嗯，吃到最后一张最后一口，怎么样？钻戒的干活，这苍井空太背了，你知道吗？于老师20张饼吃完才吃出去。于老师接过钻戒来准备求婚了，我应该呀、啊，双膝跪地啊！我等会儿，双膝跪地、啊，怎么了？我这认干妈来了，我这单膝跪地，单膝跪地，对呀、啊。地上钻石是，哎，苍小姐接过来戴在手上，是同意了，多好啊！电影结束啊，结束了。嗯嗯嗯，不是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这个啊，给那么些粮食了，应该没问题。哎，这哦，苍井空奔着饼来的是吗？电影一上映啊，轰动了，还火了，票房大卖。嘿，那行啊。电影厂厂长很为难。为难什么呀？手里攥着这个3级演员的名额。哦，给谁不知道了，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为难了，这两个人谁对我有用呢？嗯，那苍井空对你有用啊、哎、这咱跟人比不了。嗯，所以说到这会儿、嗯、跟艺术已经没有关系了，就人为了，要不那给你，给他，给他，没有区别，就靠他说，跟艺术没有关系，这就叫人力可为。哦，有人力不可为啊？怎么叫不可为啊？你比如说咱俩人啊，咱俩参加武术大赛，哦，比武，没有任何黑幕的情况下，咱俩人凭真能耐，啊、那就是真的了。比如说，我善使青龙偃月刀，他耍大刀，对啊，你善使指甲刀啊，不。这是公平竞争吗？没有任何黑幕的情况下，这还用不着黑幕了啊！啊，两人大战300回合，嚯、哦！你猜怎么样？我还猜什么？我就成馅儿了，这个，对吧？全凭能力吧，啊、没有办法。是啊，你除非有人花钱啊，提前、啊、郭德纲给你2000万，多来2刀。嗯、哎呀，对，也就是多来2刀，是不是？你包括体育，啊、嗯，咱俩人从这儿跑到那个墙根那儿去，可以啊，对吧？啊、我跑了30秒，差不多啊，你跑了40天，对，啊、40天。这是为什么呢？还为什么？肯定是轮椅坏了。我这个跑那儿，我跑40天，人力不可为啊。刨去这个之外，好说相声的一定要把基本功打好，基功很重要。说学逗唱是说，嗯，嘴里得干净啊，这是基础。你不管坐在哪一个场合，哪一个角落，观众得听得明白啊。那对，对不对？嗯、学说话，学表演，学唱，嗯啊，逗。说相声得逗啊，那可乐吗？俩人站着40分钟，观众不逗，你怎么好意思下去呢？是，包括这个唱，嗯，唱对我们来说是太平歌词，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唱。啊，唱几句，你们大伙儿尝尝好吗？听一听。嗯，唱一什么呀？嗯，哦，《白蛇传》啊。嗯。你还别说啊，嗯，贵阳这内行也挺多的，对，好几个喊这个《白蛇传》的啊。是，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劝人方》啊。哎，您这人什么脾气？这是你废话、啊，你心理学上讲、啊，你让他猜着了，下回他就不买票了。您就唱吧。啊、哎，当然，演员难就难在这儿了。嗯，演员难就难在这儿，你追上观众都不行，你得上头里让观众找你去。哦，啊，嗯，这个《劝人方》是个老段子啊，是，唱几句，大伙儿尝一尝啊，听一听，嗯。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人生
再是非容易，那气化清风肉化你，猛虎岂在当道卧，那昆龙也有上天时，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交下了朋友是护身皮，三条大路中我尖儿走，曲曲弯弯是不低，阎王爷好比打鱼的汉，也不定来早与来迟，昨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不知道那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彩木两人的斗，死后只剩下半灵犀，趁着凶前有口气儿在，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修点好，交点朋友听点相声，那是赚的好，这叫劝人方啊。太平歌词，对，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嗯，都是学唱，是哦，学，哎，京剧呀、啊、评剧呀、啊、各种小曲小调啊，嗯，那是学，我们打小就学这个啊，对，这也算基本功。啊，看德云社唱一些个什么《休喜红》啊，《照花台》啦，啊，什么《探清水河》啦，小曲儿，这些个小曲儿，哎，就是我们从小都得学，哎，尤其我们小时候啊，老师啊、老先生们那会儿还都多呢，啊，对对对，愿意学，包括我们胡同里边老大爷呀、老奶奶们，对，会这些个民间小曲儿，我们都愿意跟人去学。哎，那时候那个老头老太太会的多，会呀、啊，我印象很深，是吗？我们胡同有一大爷，啊，老头，哎，姓姚，姚大爷，哦，我老找着他会的多，姚大爷学，您教我一段吧，哦、我还给人干活呢，哟，你还能干什么活啊？他抽旱烟，哦，我给他摘那个烟丝里边的梗子，叫讨好，给人点烟，嘿，哎，大爷，姚大爷，啊、您抽完之后，您教我一段吧，你瞧，就这么勤奋，姚大爷喜欢我，是吗？啊，哦，好。哦，你这玩意儿还真得赶紧学，你这。嗯，学呀，可不是学吗？那么点小孩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啊，听得懂吗？哎，这听得懂，愣说听得懂。你看那怎么办呢？啊，我给你唱一个有关历史人物的小曲儿吧。这老头的都是传统的。屈原，你知道吗？嚯，其实不知道啊、哦，那怎么说呢？我、哦、这知道，知道，愣说，怕人家不高兴啊、哦。还知道屈原呢？对，屈原是一个很爱国的古人。对啊，因为这个事业上不顺利，嗯，最后身投汨罗江去世。先讲一讲，啊、嗯，真懂啊，懂懂懂，嗯，行，好，嗯，讲吧，这嘴淹沫子，哎呀。后来为了纪念屈原，每年五月初五是端阳节这天，咱们为什么过端午啊？为什么？就是纪念屈原啊。对，有这意思。我教给你，要听着啊。好，屈原啊、哦，嗯，五月节的一个小曲儿啊、哦，五月的。五月嘛，五月里呀、啊，月儿照花台。虎亭门外有人叫乖乖，哎哎，原来是我的情哥来，情哥你走过来呀，啊，情哥你走过来，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哎哎，脚步你要轻轻地迈，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哎哎哎，你啊，屈原呐，哪儿有屈原呢？这里一句屈原的事儿也没听出来，回家练去吧。练吗？哎，练，过两天姚大爷，呵，姚大爷再教我一段吧。还上瘾了。我教你一段好的。干嘛那么点声啊？
这个小曲儿的前俩字叫十八。哦，就听我们邻居喊哦。啊，这是邻居呀、啊！要唱还没唱呢。啊，警察叔叔来了。哟，把姚大爷弄走了，让人举报了。十天后才放回来，那就是拘留呗。等十天，哎呀，啊、姚大爷您回来了，还挺亲。住口！啊，倒霉倒霉你身上了。怎么了？要不然能给我弄起来吗？不至于。姚大爷，闭嘴！这都不让叫。谁姓姚？啊啊，于，于大爷。啊，我儿子于谦，你不认识？没听说过。怎么又搁我身上了？于大爷，于大爷，我学个好的，好的有吗？我学个正能量的，这就对了。你早说呀，有吗？你早说，我早教你，我就会一段正能量的。那你唱一个呀、啊啊？听这个啊，来吧。混沌冲我分，天地不开，才有这朗朗乾坤，花花世界来、哎、呀。都说是英雄造时势啊，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孔夫子无时困臣才呀，姜太公不得时，稳坐钓鱼台。依我说，人生在世几十载，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还是我。下面请您欣赏《甜蜜爱情》，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对，高老师很卖力气。是，这一大段说起来话筒都湿了啊。不至于。至于那么湿吗？嗨，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嗯，请上于谦老师来。哎，不累吧？啊，不累，可以。哎，好好好。嗯嗯嗯，这会儿听相声是最好的时候。您说什么时候？就是演员到了五十岁，哦，在舞台上的经验、火候、方方面面都是最好，体力还允许啊。现在您看我们这个状态，其实很舒服，还行吧。你看，等我们俩人到了八十岁、九十岁，嗯，再想这样的演出专场就很难了。精力达不到。那当然了。嗯，有一天如果说我要是八十岁，嗯，于老师比我大四岁，您就是八十四，可不是八十四了。到那会儿还想出来演出，嗯，孩子们也不干呢。哦哦，儿女们就拦着了。八十岁的郭德纲要出来说相声啊，郭麒麟、郭汾阳，这俩人得拦着我。您那儿子不能去啊，岁数太大。对了啊，嗯，您要出来，您儿子也不干呢，啊，也得拦着我呀。郭小宝就得劝您啊，郭小宝，还郭小宝呢？哦，行行，您儿子得劝您，啊、是不能去了。哎，您八十四，对，今年是您的坎儿。我用他这么强调，这是啊，你要在家里边有点什么事儿啊，随时能料理啊。你要在外边到哪儿去找？啊，我非死在外头是怎么着？孩子疼您呢，哦，叫个车来给您送到医院去体检，体检是必要的，这是您儿子的孝心呢。那是，扭回头来还得给我送信，他得告诉您一声吗？那当然了啊，您儿子上我这儿来，一进门，哦，进门就看见郭麒麟了。哦，老大在家啊，大哥没出去。是，哟啊，老二回来了啊啊。这是怎么个排行啊？这是，打这边，啊，郭汾阳就出来了。是，哟，嗯，二哥回家了。哦，他们都清楚是吧？行行行，哥仨坐在那儿，开瓶啤酒，连吃带喝吧。吃饭。我从屋里就出来了。您睡觉呢？哟，嗯，二的回来了。就是你给排的行，这个，我听出来了。你儿子赶紧跑过来啊！我得跟您说点事儿了。说事儿吧。谦大爷住院了。嗯，你等一会儿。什么乱七八糟，我儿子管我叫谦大爷，第三人称吗？这嗨，跟我用什么第三人称？什么病啊？说体检。哦，体检也不行。怎么着？你们仨开车送我上医院。哦，您要探望我？不放心。哥俩好，到医院了。您在十六楼，还挺高啊。但是电梯坏了，上不去了。我说你们仨搀着我爬楼梯。哎呦，我也得上去看看谦儿哥，非要看呢，这份交情真不错。扶着我上楼啊，哎，一看十六楼这儿写着了什么呀 ？ICU 哦，
我体检，我进 ICU 干嘛去？本来给您办的是 VIP， 那不多好啊！我给钱给多了啊，医院给您改成了 ICU。哎嗨，我用他们改啊！我进门一看，我眼泪都下来喽。怎么呢？于老师躺那儿，身上都是管子。哎呦，真有病了！我赶紧过去看我，把管子拔了。我得拔管子呀！我去你！我行了，可以了。好家伙，您这杀人来了，这我不忍心看你受罪哦，所以让我早点死是吧？什么话这叫啊？哥们儿交情，这也就是80岁哦，八十，真到90岁，嗯，让我这么拔管子，我都拔不动。80的时候你已经拔完了，我也活不到90了。哎，这个人哈，这心他脏，你知道吗？这不是脏，90了怎么着了？真有一天我要90岁，您是94了。对呀、啊，那两会儿咱俩人还出来演出，不可能了，演不了了。顶多就是天气好，嗯，给咱俩摆在院子里边坐会儿。好家伙，摆在那儿啊！一个90的，一个94的，俩老头啊、嗯，坐在花园里边，看看河沟里边的鱼，还有河，瞧瞧树上的鸟，对，闻闻花香啊、嗯，也就这样。如此而已。坐了一会儿，你媳妇儿嫂夫人过来了。哦，喝点什么呀？这都得用人照顾了。我说我要喝一个凉可乐。好家伙，90老头要喝凉可乐，嫂子准得说我不行了，别瞎闹了。对，那还受得了啊？嗯，来一杯温的柠檬水，哎，养一养胃啊。一会儿嫂子又来了。嗯，水果吃不吃？是。我说冰箱有一个大西瓜，嗯，一刀把它切开了，嚯，给我拿一把勺来，嗯，我自个儿挖着吃，这也够呛。他不会让吃这个的，当然不行。你要来一个荔枝，两片苹果吧，哎，这就控制一下，别的别吃了。嗯，待会儿又得问我，是午饭吃什么？嗯，我说切两片牛肉，哦，要一个土豆泥，嗯，然后要一个水煮蛋，哦，也就这样，吃点得了。是，嗯。哎，问个事儿啊！哎，他可半天没理我了。哎，啊，还是这样的啊？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我凭什么呀？我10年前的一个医疗事故啊！啊你不会说话了，好家伙，那就不理我了是吗？问你你也不说话，我们认为你不饿。哎，好家伙，我这10年过得太惨了。嗯、待会儿呢，下午茶。啊啊！我告诉嫂子要一壶红茶，嗯，切两片柠檬，是我要一个芝麻酱的小火烧，嚯、哦，切点水果，各种小点心随便拿来，嗯，聊会儿天，是待会儿快天黑了，问我吃什么，嗯，我说蒸点鱼，我要一个虾，嗯嗯，要一个蔬菜的沙拉，要一小碗小米粥，嚯、哦，你吃什么自己弄，嗯，待会儿他吃完了，我也吃完了，我们俩守着壁炉看电视。嫂子还织毛衣，嗯，但是他的沙发要离我的沙发远一点，这又是为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啊，那我能问件事儿吗？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在哪儿呢？你还在院子里那个轮椅上啊？哦，没给我推进来呀、啊？因为我们下午茶的时候外边下大暴雨，哎呦，下雹子，打雷，刮大风，那我就在外边躲着，我们怕出去衣服湿了啊啊啊，扒着窗户一看呢，你很享受，哎哎呀，像个像贵族一样那么坐着，哎，行了，还不如拉磨去呢，我嗯，没喊你，嗯嗯不是，以后啊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情？真有这时候啊，你们进屋之前先把我推河里去行吗？你们俩这事儿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行不行？哎，各位你们看见了吗？怎么了、啊、你看见他这说话有问题吧？我有什么问题？你自己都这么胡说，那你别怪人自媒体给你瞎编乱造了。怎么自媒体又瞎编了？我是很尊重谦儿哥谦儿嫂的。是吗？有的时候自媒体愿意拿这个做文章，写乱写，他把台上的节目当成真事儿。哦，我那天还看见一个自媒体发的那个，嗯，说的什么是吧？写什么了？郭德纲与谦儿嫂疑似关系密切，胡说八道！啊，我气，不爱看吧？他妈疑似啊！不爱看这俩字儿啊？哦，不爱看这俩字儿啊？啊，这些年我容易吗？什么容易吗？你们这么写，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好家伙，把我给说死了！我是很尊重谦儿哥谦儿嫂，因为我们从小在一起。那是我16岁进北京，嗯，跟他住在一个胡同，对，那会儿嫂子有时候挑帘子的时候啊，要我来了，从这儿过，讲过了，
说过了吗？说过一遍了。哦，那行，说完就完了吧。 啊可不是完了吗？我们是一块成长起来的啊。他这个人重感情，那是的。他结婚也晚，他30岁才结婚。是的，老话说得好嘛，叫三十而立啊，而立呀。啊，什么？三十而立，立起来立，没点没有立的事儿，没有没有。嗯，夫妻感情非常的好。是，嗯，我很尊重嫂子，是吗？我很尊重她。哦，有的时候我也挺怕她，还怕她这个人脾气耿直。哦，你看我们住邻居的时候，胡同里边没有人敢招惹嫂夫人。哦，都怕他。你要你惹了他，好，他站着能骂你一天一夜。哦，泼妇啊！不是，他讲理，讲理还骂街。有一次胡同里是谁惹了他了？嗯，他从中午12:30就站在门口骂，嗯，骂到深夜3:40。好家伙，骂一圈拐弯，没有人敢出去。哦，没人敢出去。后来我出去了，劝劝。我说我劝劝他吧。嗯，我说嫂，行了，好家伙，天都快亮了，嗯，别骂了。睡觉吧。对，就是这才算拉倒。是吗？他临走还跟人说呢。说什么？要不是郭德纲喊我睡觉，咱没完。哎，有这么说话的吗？这个这话不说练了吗？这个说实在，我很触头他。我也触头他了。哦，啊，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有时候嫂子上后台，嗯，他一进门我就跑，不见面。哎呀，我怕他。是吗？我这一跑他就喊我站住，叫你了，嫂子。你最近台上又胡说八道了吗？你看，问你了不是？我说您怎么还信这个？咱都是干这个的啊！台上不都是假的吗？对，你少废话。哦，口口声是假的啊！嗯，你们胡说八道说痛快了，他们跟外边一学，我们受得了吗？对，您别生气了啊！我错了，以后我改行吗？哎，道歉，你改得了吗你？我不依不饶，我准改。你少来这套，啊，你改不了你。这是真生气。你是不是改不了？好像又没那么生气了哈。你是不是改不了？怎么意思吧？嗯，问你呢。啊，我改了，嫂子。哦，你准改不了。这不说改了吗？最近这天可凉了啊。天凉怎么了？你穿秋裤了吗？这叫什么问题呀？嫂子，我穿秋裤了。哦，少来这套。你准备穿对不对？你要干嘛吧？我看看啊。回来怎么还动手啊？这个我拿他们俩人当我的亲哥哥亲嫂子一样，这关系挺好啊，一块成长起来的嘛。啊，那会儿有一个记者还跟我聊天，说你跟于谦那么熟，于谦有什么缺点吗？你告诉我。哎呦，我说你住口啊啊！他跟我亲哥哥一样，哎，这个人很善良，很厚道，别挑事儿。他没有任何的毛病，呵，没有缺点，真捧我。你要说有特点，我承认。哎，特点谁都有。你比如说，谦哥有一特点，你可以说说。爱吃冰棍儿啊，我比较贪凉啊，吃雪糕是。啊，你说咱们吃个一根两根的就完了呗？嗯，他是50根起步。对，我一盒一盒吃。哦，咣叽咣叽，哎呀，他真行。哦，但这个能说是缺点吗？这怎么能叫缺点？管不着啊，对吧？就是。还有一个特点，他嗯，爱喝蝌蚪。哎，这您还别乐，哎，北京有这习俗啊，这叫大凉。这还得是北方的大城市。哎，偏方，它得是北京或者天津这样的城市。对，每年到了夏天啊，胡同里边有卖的。哦，一个盆里边放清水，然后河里捞来的蝌蚪，就是蛤蟆秧子，喝那个活的。对，嗯，说喝完之后大凉败火。是是，那一杯那会儿是5分呢，是多少？啊，反正很便宜。我忘了，小的时候有这习俗，我喝一杯我就吓死了。是吧？他是喜欢喝，我爱喝，他每次都得喝一盆。我给人捞来的都喝了，端起来顿顿顿全喝了啊！喝完高兴是吗？晃着脑袋啊！我去找妈妈了。啊，我给自个儿就喝成蛤蟆样子了是吗？这个你说能叫缺点吗？那叫什么事儿 啊？还有一个特点，还说他爱吃剩饭。哎，那叫节俭。他爸剩了他吃，那应该的。他妈剩了他吃，没有问题。他哥剩了他吃，可以。他姐剩了他吃，都行啊。我问过他啊，你们家就没个狗吗？这其实也是，还问我呢啊，狗剩的也我吃啊？没听说过。我说
不是喂狗啊。对呀、啊。那我吃什么？哎，我非吃剩的不可呀、啊。谦儿哥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呀？洁癖。那叫爱干净。什么叫洁癖啊？您说。过分的干净。过分了。洁，清洁的清，癖，癖好的好。啊，没听明白这。越来越糊涂。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就这通忙活，于老师就得三个多小时。这么长时间？早上起来先弄这头皮屑。哦，我都洁癖了还这么些头皮屑。我都让头皮屑埋起来了。嗯、弄了眼屎。嗯，啪哟。啪，我再把灯泡给废了。刷牙。嗯，刷40分钟。这么长时间。刷完之后再 K 这牙结石。我每天刷40分钟牙还长牙结石呢。牙刷上没有毛啊，我干蹭啊。嗯，我天天这秃噜着掏耳朵啊，哗楞哗楞不楞不楞，哗楞哗楞不楞。哎，嗯，我听见了。好家伙，以前都堵上了啊。揪这个鼻须，鼻子里这毛，它这个鼻须长得长，那能长哪儿？有两天就到这儿啊。所以经常于老师一思考的时候就是、嗯、没听说过谁这么思考啊，这太恶心了。所以老得揪，啪、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呵，酸疼酸疼的。这边这愣瞪呢。嗯，这收拾完了拿个牙签儿、啊、踢指甲缝里的黑泥，这也太脏了。手上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猴子，怎么办？哎，把这皮撕了它，这个闲脸。这手有扁平疣，怎么办？拿小剪子把它剪掉。哦，哎，有剪子呀？有啊，以后先剪这鼻毛，好不好吧、嗯？一算日子，3个月了。怎么着？该换内裤了。3月一换呐？脱下来、嗯，打开柜门，把那条拿出来穿上，这条放在柜子里。不洗啊，3个月之后就没味儿。好家伙，自然风干。这是端起杯来一饮而尽。要是渴了喝一杯开塞露。哎，那是喝的吗？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可崇拜他喽。这崇拜。哎呦，师哥您太棒了。哦，他处处都是我们的榜样。就学这个，你包括他搞对象交朋友都是如此。是吗？当年他的外号叫情圣。我这模样能是情圣？他同时暗恋40多个女生。那管什么呢？这暗恋人都不知道。哎呀，我可佩服他了，因为要是我的话，我记不住啊、哦，太多了啊、哦。那会儿他也说，你看看这些个照片，谁适合做我的女朋友？是你看看，我帮他找这个、哦、这个、这个，这三个肯定不行啊。怎么不行？这仨是男的。废话，那是不行。这个也不可以。这个，这是高峰的母亲。哎，我这么不宅实呢？我说，属于你的那个女孩还没有到。是。过些日子那个女孩就到了。有了。那天也挺好玩的。怎么回事？谦儿哥去参加一个 party。 嘿，你看我还有 party。 他的初中同学给他搞了一个剩饭趴、嗯、剩饭趴，全班40多个同学啊，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份剩饭。哦，我呢？你不用带。我怎么办？你负责吃啊。拿我当垃圾桶了。定的是中午12点聚会啊，10点半他还没起床，起晚了。他妈就喊他，嗯，起吧，起吧，太阳晒屁股了。对，他才爬起来，哎，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哎，这嗨，犯得上犯不上啊，这个。就晒了一会儿才起来。啊、哎呀，赶紧呢、啊，头皮屑，弄眼屎，哎呀，揪鼻须 ，K 是牙，哎嗯，换内裤，嗯，喝开塞露，哎，这环节必须有。从家里往外走，嗯，走到街上，发现那儿站着一个女孩。这女孩是谁呀、啊？未来的嫂夫人，嘿、哎、嘿，就是我媳妇儿。那会儿还不认识呢，这不头一面吗？四目相对，对，女孩说话了，说什么？于谦，他认识我。我看过你说相声，你看我好喜欢你的节目啊。这不就是基础吗？于老也挺高兴，是不是？当时就很兴奋。兴奋就对了。女孩漂亮，对对，模样相貌气质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啊、那我肯定看上了。但是于老师不能兴奋。我怎么不能兴奋？因为你兴奋激动就会容易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他肠胃不好。这爱肠胃什么事儿？他吃冰棍儿，嗯，喝蛤蟆秧子，嗯，吃剩饭。是长期以来导致的肠胃功能紊乱。哦，只要一激动一兴奋，当时拧着就这么疼，当时就要闹，就得上厕所，真的麻烦。但是女孩那喊她还得忍着，我得赶紧憋着跟人打招呼呢。是，哎哎呀嗨、哎、
嗓子都拉不开了。嗯嗯，女孩迎着就跑过来了。是，于老师也往前迎了几步，迎进去。行了，回来吧，我这夹的还挺紧，我这。站在一块儿，嗯，于老师说的话真是云淡风轻，大驾风范。我跟人说什么了？姑娘你好。哇，认识你很高兴啊！天下那么大，嗯，我们能相聚，岂不是上苍的恩赐吗？你这还跟人拽呢？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说吧，我是不是可以到你们家去拉个稀呀？哎呀，这太泄气了吧！这话，姑娘说荣幸。哎呀，这还有什么荣幸？我家就住在后头，赶紧吧。我们能留一个联系方式吗？就现在？当年没有微信，哦，互相留了一个电话。是啊，嗯，您跟我来吧，赶紧去吧。后边就是他们家啊！女孩进了家门，推开门，哦，又推开洗手间的门啊！哎，这干嘛呢？什么？哎呀，于老师，对不起啊！怎么了？我家厕所的声控灯坏了。哎呀，嗨，这现在不在那个。谦儿说：“躲开那儿！”哎，对，一会儿弄你一身，嗯，啊！赶紧，于老师手机上有灯啊！啊，我就用这个。进了厕所，照着，嗯，找着马桶坐好了。啊，浑身的劲儿都用在这儿了啊！噗嚓！哎呀！哎，这怎么回事？灯就亮了。我给人家声控灯都治好了。就整个这房顶子怎么样？300多灯泡。厕所？哎，房顶子上300多个灯泡。是的。好家伙，就没拉过这么亮的屎。哎。这才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厕所的装修。是，我参观一下吧。四面都是透明的落地玻璃，洗手间都是落地大玻璃。哎，是的，是的，是的。哎呦，哎呀，女孩就坐在门外头。啊，于老师心说，是有一天我自己的房子要是装修，嗯，我那个窗子一定是一面玻璃一面镜子。这嗨。别提这个了，那装反了也没用这个啊。女孩就坐在门外边，是拿着手机给于老师发短信呢，还联系呢。嗯啊，哟，就别打招呼了。于老师认识您很高兴啊。于老师还给人回呢，说什么？哎呀，我也是，这是咱们的缘分哦。啊，希望有机会看您的演出。是，我要请你看我的现场。甭现场了，你现在就让他进来多好呢。待会儿打厕所出来，于老师有点尴尬啊。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太丢人了啊。是，可不是吗？女孩说没事没事没事吗？我也是头一次看这个沉浸式拉屎的。哎呀，就别捡好听的说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是好话。打这起俩人越走越近，到后来结婚了嘛。我们就好上了吗？很好、啊、结婚之后谦儿哥天天想的是怎么对媳妇好。对了，嫂子每天想的是怎么疼自己的丈夫。这都互相的吗？啊，嫂子还问我了。问什么？那个我想学学做饭啊，给于谦做好吃的。哦，你跟他熟，你告诉我他爱吃什么呀。哎，你看您跟他说呀。他爱吃什么呀？啊，告诉他冰棍儿。嗯、啊、蛤蟆秧子剩饭。咱们说点好的不行吗？嫂子说不是，不是那个，肯定不是啊，就是那个，嗯，人吃的饭，他能接受吗？合着我以前不吃人饭是吗？我说你啊，那没怎么看他吃人饭呢。你这不是一样吗？他就是贪凉。对了，贪凉，最近尤其喜欢喝凉粉，这还是凉的，切成条，切成片啊，搁上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醋蒜盐糖，是是，剔了秃噜了，他能喝一盆啊。我喜欢吃这个。嫂子高兴了，我给他去做啊、哦，他要下厨，我去给他做，高兴啊，好极了。买豌豆粉哦，豌豆淀粉，拿水把它调开了，嗯，锅里做水，加热之后倒在一起，把它和弄匀、嗯、放在边上，等这一锅凝固之后哦，就可以切黄瓜丝胡萝卜丝醋蒜盐糖了。哎，这很简单。嗯，但是可能是配方没弄好啊，这一锅呢并没有凝固，那就没成功。嫂子端起来、嗯、就倒在马桶里不要了，又弄了一锅还是没凝固。嗨，又倒了。嗯，连倒三锅，哇就哭了。怎么不高兴了？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想给他做凉粉就做不好，太笨了。哎呀，钱儿还玩命劝，可不得劝吗？劝也劝不好啊！给我打一电话，嗯，你嫂子玩命哭，怎么回事？哎，我说我看看去吧，你来劝。我一进门，嫂子过来了啊，撒手，
什么毛病？你们俩这是？这撒手家有人呢啊？什么叫有人呢？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说是我给玉倩做凉粉不凝固，我都给倒了三锅了啊！我看看啊，怎么样？这是，这不是凝固了吗？在那儿凝固了。谦儿就在旁边问我，我问什么？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也是浪催的啊！那我说你给我拿一个盆儿来，盆儿，我要切点黄瓜丝儿，哦，胡萝卜丝儿，是小米辣，嗯，醋、蒜、盐，香油，没有香油我吃不下去。弄了一盆儿，嗯，拿过一把勺来啊。谦儿哥，看你的了。啊、我这真吃啊！谦儿接过勺，蹲在那儿，嘁哩咔啦，嘁哩咔啦，嘁哩咔啦。哎呦，40分钟吃个干干净净，我全给吃了。吃完站起来一抹嘴啊啊！其实我不应该吃，怎么呢？我有洁癖。哎，这还洁癖。下面请您欣赏相声，10点钟开始，表演者靳鹤兰、朱鹤松。谢谢您各位啊，感谢您，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您啊！哎，你们还在吗？我一上来得有一种停电的感觉啊，可能这个好多朋友都还沉浸于刚才那个节目当中，刚才这个叫拴娃娃，我们两位哥哥，一位叫张鹤晴，一位叫刘鹤安的，哎，二位老师。这拴娃娃是传统节目，说的多搞笑啊，加入一些呢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哎啊，听他们的节目呢就有一种刷抖音的感觉，嗯，啊，都是当时当令了一些线下啊特别流行的东西，比较新颖，让人家二位休息休息歇会儿吧，非常把我们哥俩换上来再说一点，继续给您说相声，有认识我们的朋友啊，当然也保不齐有那个陌生的朋友，哎，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啊，就是你们刚才这个掌声，真的四个字的总结，什么呀？不要也罢。虽然说仅仅只有短暂的2秒钟，但是你们已经深深的刺痛到了我，啊，你们没有交朋友的心，啊，当然不重要了。我知道好多朋友对他充满了期待，也不行，对他都很熟悉了，是吗？这是我特别好的搭档，哎，姓朱，叫朱鹤松，是我啊，嗯嗯嗯嗯嗯嗯、我叫靳鹤兰啊。朱鹤松，你们这有意思吗？就你们身边都有朋友吗？除了不跟我交朋友，看得出来大家伙都喜欢他。哎，这都是观众朋友们的错爱。对，错爱。哦，大家伙这么喜欢你，这种掌声欢迎，对你是错爱。对呀。那对我呢？没错。我罪有应得呗，上台说相声没事老让观众鼓什么掌啊，都挺累的。不是演员上台表演啊、嗯，大家伙给演员掌声，这是一种鼓励跟支持。对呀、啊，他不想鼓励你，也不想支持你，你又能如何？你还想怎样啊？问题，我能怎样呢？对呀、啊，那还不说相声，小笑话讲吧。再不讲就没有时间讲了，不是你讲相声之前不让大伙儿熟悉咱们吗？这不已经很熟悉了吗？这小发型一梳，舞台形象多靓丽呀、啊！小空气刘海儿，是不是？这小发型，你看这个玩意儿，这打摩丝了吧？不是舞台，你形象是舞台的美感、嗯。您长得挺好看的呀，重要吗？不重要吗？这跟。我舞台上表演介绍我名字有关系吗？那你为什么不刮秃子呢？你弄成这样不就为让大伙儿享受让大伙儿看一看吗？不是我不适合剃秃子。对呀，我也不适合。对我说的这些我不是说找大家伙要掌声，嗯，演员上台呢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呢演员会特别兴奋。是吗？
多新鲜呢，不给你鼓掌呢，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呀，鼓不鼓掌你都得卖力气演出啊。那倒是，当然观众给掌声呢，都是给自己心爱当中的自己喜欢的这些演员，哦，对吧？甚至来说吧，是表示对演员一种认可与支持。没错，好多朋友都是希望能看见一些明星打腕，都想看那个名人，对吧？也是难得，今天我们呢盛情邀请了我们德云社的这个明星大腕来助演。哎，那是重磅嘉宾，他一会儿就闪亮登场了啊！真是、啊，人真的很难得能给人请来。哎呀，真是，我们这是助演，对，相当于助演，这白活活占会儿时间，对。对吗？赶紧说，咱赶紧下去。对喽。但是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跟人家一样。啊、那他怎么办？人家都在这儿了，现在说这话都不背人了吗？我有一天我想跟他一样，那你让他怎么办？不是，我没让他怎么办，他火该火火他的。哦，不是，我也希望我能成功。哦，都想成功嘛。我也羡慕那些老的艺术家们。哦，那么演员嘛，都有一个自己成角的梦。没错没错，对吧？你不可能，你每个演员，我的梦想就是舞台上我站满20分钟，挣了100块钱，我下班了。你不可能都是这样。你不是这种想法。突然，你貌似在给我挖坑。没有，我就是问问啊，闲聊天嘛。我不是这种想法。不是不是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啊。不是。那你是怎么想的？我就想把今天这场相声说好了。不是，你看人家这个漂亮话都让你说了。对呀、啊，我认为今天这观众真是北京懂相声的，今天都来了，真是，真是啊！说相声10多年了，没遇上这么好的观众，真是啊！我就。哎呀，一会儿现在这个状态，你就给我扔井里了。现在，一会儿都别走，挨个咱们合影留念啊！我得跟你，哎呀，真是，还差不多了，我都得记录下，真好啊！说两句得了啊，别显自己挺高大上的，干嘛呀？来这么多好朋友，你别在这给我煽动群众啊，没意义。这不是北京吗？哪有煽动群众啊？啊！我跟你聊地狱了啊！我说别煽动群众，这不住的都是楼房吗？谁还住山东啊？啊！真的，我现在真想给你来个大嘴巴子左右组、嗯，我让你永远记得我。这、嗯、说话老欺负人，在舞台上不文明了啊！谁欺负谁呀、啊？我大嘴巴子左右组，谁欺负谁呀、啊？朱鹤松舞台上有一句不文明的用语吗？我站在这儿连动都没有动过，对吗？你现在打我的都是内伤，那是你内心太脆弱了。就内心要阳光一些，天天舞台上表演就老是欺负我，你天天你是带领他们一块儿欺负我，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你为什么老站在衣食父母的对立面呢？哎，不，你他们压根没拿我当儿子呀，真是。表演对吗？你看人明星一出场，大家伙那真是感觉衣食父母的状态呀，疼儿女的心呢。哎呀，我的儿子终于出来了，都是那种状态。嗯，你当儿子，人家也是有尊严的。儿子也分3、6、9等嘛。对啊，啊，我就那九等呗。现在我这个爹爹都不分年龄了，我这个幼爹。舞台上人家，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很辉煌一下、是对，我羡慕那些老的艺术家们，哦，那些60、70岁的，对对对，真的很了不起，那都非常厉害，能力上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学识上啊、资历上各个方面受到大家伙的尊重、没错，很了不起。嗯，当然我也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是吗？对了，我觉得现在至少来说啊、我算半个艺术家。哎呦，你瞧你长这个模样，往这一站，你觉得牵驴来了？是，不是人不都咦？哪有吁吁？人意思让你停下，不要再讲下去了。这不还是牵驴了？对呀，你是觉得你金钱挣够了？你是觉得你艺术到了呀？哪个艺术家不得60岁呀？我30了。哦，这么半个艺术家。哎呀，真是一个好隐晦的笑料啊！
啊，好隐晦啊。怎么了？三十怎么了？三十好啊，我离艺术家不就还差三十年吗？对呀，我努力。三十怎么？谁说活不到的？怎么了？我今天到坎儿了。我现在好像伙食都这么好了，我现在六十我都过不去了。但是现在虽然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对，不要太过分的自信啊，不要过分自信。我现在活六十岁我都自信了，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碰见你就是我的意外，我看不到明天。保养一下。我有时咱话才说回来，又回来，有时我自己也觉得，我那个生活状态呀，真是慢性自杀。是吗？我生活状态不规律。你这多不规律呀！我们其实好多演员都如此，但我比较过分一些。哦，你就说吧，天天你作息跟正常人我确实不一样。你把你每天作息拿出来，让我们爽一下。这叫什么话？我们听听有多不规律。我比方说，我天天啊，我五点起床。五点起床有点早吧？这个不早了。不早了，我再不起演出就耽误了。下午五点呀、啊？上午五点、啊哦。那下一个相声演员谁上午五点起床啊？下肯定是还没睡呢。哦，下午五点起来你干嘛呀？我起来以后，我得我收拾收拾，得收拾收拾。哎，对，我得捯饬捯饬我这空气刘海儿。迎接演出啊，是得演出了。演完出呢，基本就是十点了。那回家赶紧睡觉啊！哪睡得了啊？回去干嘛去？我不得交交朋友？交朋友？这大哥乐的是什么意思啊？晚上十点交的是哪路的朋友？都是我那个好朋友吗？啊，是。我交的我。玩牌的朋友哦，这斗牌，对，我爱玩牌、哦、他喜欢玩牌，对，我有那个后台的几个师兄弟啊，我们经常 啊晚上十点就要李鹤彪 啊是是，对吧，包括那个刘鹤安啊、张鹤晴啊、刘春山呢，就是我们经常在一块玩牌，哎，十点基本我们就得玩牌，玩的差不多了，几点了？玩差不多两点，回去赶紧睡呀、啊、哪睡得了啊，这也不能睡、啊、玩完牌你不得吃个夜宵吗？吃夜宵去？对，你不得出去吃个饭喝个酒之类的啊、哦？那你别去不就完了吗？不能不去，我肯定得去呀、哦、得去，当然得去了，喝完酒以后大概啊、五点就差不多了。对了，你这哪睡得了啊？赶紧睡呀、啊、到家还不睡呀、啊、到家五点喝完酒到家，对呀、啊、你不得洗洗衣服刷刷鞋吗？你喝吐了呀，喝你有点没出息了，有点。对，你喝完了，你在这洗完了以后，等晾干了，十点了。是，就你这个毛病就是酒拿的呀，那个衣服洗完了还得等它干了。怎么了？是好，对吗？你十点我得睡，得睡了。我再不睡的话，我五点我就起不来了。哎，千万记得别吐羽绒服上，不然你上午可睡不了。对，我们生活，我就是说有点不规律，是不规律。嗯，我要想活得久啊，首先来说我得养生。啊、对，你身体得弄得好一点啊。我确实，我就觉得我得养生，不能老这样。啊、对呀，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那可不嘛，年纪轻轻的，你现在器官都已经七十多的器官了，都是。对对对，我快完了，快完了。啊、我这样，我早睡早起怎么样？哎，这早睡早起，这是养生的方式。对呀，我大概我围着我想，我十点，十点，我十点到家啊。我睡觉，哎，到家就睡觉，到家睡觉，对呀、啊，我这样，我到家以后，我来半斤白酒，半斤白酒喝下去，我早睡早起，对对对对，半斤白酒喝下去，嗯，早晨四点，我估计我该起了，不是您这起的就得有点早了，这个、我必须得起了，怎么啊？我得洗一洗那个床单被罩了啊，啊，我必须得起了，像您这样多余喝，真多余喝，这干嘛呀？又吐了，呸！我说我吐了，你不是洗？我那个枕套是干净的，喝拉了。我这自个儿喝酒都能喝拉了，真是一个人才呀！对吗？我喝点酒，这主要我睡得着。是是是，这跟来一闷棍没什么区别。不是，要不我怕我十点我躺那我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你吃点安眠药。安眠药行，来点安眠药，我来他一瓶安眠药行，好，倒头我就睡。对，这叫倒头不叫睡，
这叫倒头这一瓶安眠药啊。少了一片，少了像话吗？一片还不行吗？我不能听你，你净害我。我又害你了。咱别借靠那个药物啊，有依赖性，有依赖性，是药三分毒。对呀，这不行，慢性自杀呀。我尽量我就躺那儿啊，睡不着我躺着，你稍微安静一些。对了，对，差不多了，自己心一静下来就困了。对，睡觉吧，睡觉。嗯，上一个早点的闹表。上几点的闹钟啊？我为个七八点。哎，七点起正好。行吧，早晨七点呀、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嗯、一天之计在于晨，这很重要、啊、都有这话。对呀、啊、早起。嗯，我这健身。哦，健身，因为这个身体革命的本钱。嗯，好多人都爱健身，你个烧饼。对，那个肌肉块多好啊，那腱子肉等等等等，体格多棒啊。嗯，我也健身。您也运动跑步啊、嗯、跑步。哎，还有两下子。哎，跑步、啊、有那个公园啊、嗯，有那个晨练的老年人，你跟他们玩玩。跟人晨练去、嗯、你别小瞧这些老人。是是，了不得。嗯，咱也跟着练。哎，到那人家那个比方说胯下击掌。嗯，大早晨上公园胯下击掌练热身运动。好，深蹲。哎，嗯，深蹲练练、哎、还有那个单双杠啊，吊环。有吊环啊，吊环。就跟那开红酒那塞子似的。练练，单双杠，单双杠来。嗯，哎，双杠，哎，哎，单杠，哎，哎，哎，您这体格不错呀，您这么造这身体，单杠、双杠还能一个手就上去了，这体格不错，还得喝呀。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不知道这个，是人家那个老年人在那儿。你呢？我在他下边呢。哦，在下边给老头加油呢。下边规范你的动作啊、哦，先练练动作。对吗？你动作都不规范了。是是是。对吗？你上去直接练，练得了吗？多余去公园，在家也能练。对吗？当着学习。好，练练差不多啊、嗯。上午十一点。十一点该回家了吧？我得回家了。不回家就长公园了。不仅回家，我得吃点饭了。对。我得该吃个东西了，嗯，而且现在来说，专家说了，嗯，吃那些东西啊，要什么，少油少盐，哎，必须得绿色健康啊，对吧？嗯，我比他更健康。您怎么着啊？无油无盐，那对自个儿严格要求，有一种严苛，真好啊。对，无油无盐，吃点绿色无公害的。您吃点什么呀？每天我来他三米绿化带。等会儿，您先，我就来他，我您先等会儿，您家那条马路不够吃三天的。跟马路有什么关系？对，每天中午吃三米绿化带像话吗？你这耳朵窜稀了是吗？怎么着了？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您不，您说的什么呀？我说三两裙带菜。哎呦，这个差打的真想抽你、啊、对吗？吃着绿色无公害的，对身体有好处、嗯、好，真优秀。吃完以后不能出门了。那您干点什么呀？对吧，你直接出门了、啊、这些菜啊菜品到胃的最下部了、哦，哦，有大肚腩，哎，有点坠得慌了，有坠得慌了。您应该必须得躺下休息，刚吃完就躺下，让你这个吃的那个菜呀，在你这个食道当中保持一个平衡。哎，对，那您赶紧躺下睡觉吧，赶紧躺下了啊。围着大概一点左右我得休息，正好午睡。哎，午睡是黄金时段呀，子午觉得休息好了。没错，每天啊，我从一点我睡到三点，睡到三点，两个钟头够了，够了，够吧？啊，三点起来以后呢，我还得养生。您干嘛呀？钓鱼。哎，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啊，多新鲜呢！钓鱼养生嘛、啊、没错没错，从三点钓到五点啊，怎么着也能逮个三五辆黑车吧。钓鱼执法呀，逮黑车像话吗？啊，不是钓鱼吗？这是运动，那个钓鱼呀、啊、哦，这个钓鱼。对呀、啊、得钓得钓得钓，我是得钓鱼啊、嗯、啊，养生。然而这是模拟的耐性。对对对，因为年轻人有时耐不住寂寞，这不行。没错没错，养生。哎，等差不多五点回来收拾收拾演出。哎，该继续演出了。这个挺好吧？好啊，我这规划没问题。太棒了。行吧啊，咱也别说明了，就今儿了、嗯、就从今天开始了。我就从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嗯，我就努力养生。太好了，哎，有一个好的身体，嗯，以后呢我就是未来的艺术家、啊、谢谢大家伙对我的支持，谢谢。对，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这样。好好好，行吗？行，没问题呀、啊。
好像有点不太行。怎么又不行了呀？我想起个问题了。什么事儿啊？十点他们是不是得喊我玩牌呀？你玩牌别去呀。我不去。你不去呀？我玩牌如果不去的话，那夜宵他们肯定不带着我。那您就别吃夜宵去了呀。那不行。为什么？夜宵我要不去的话，他们不得像骂你一样的骂我吗？他们不能这样吧。那你是没去呀。我觉得我得去。我去完了，我呀赶紧吃赶紧喝，我早点结束。哎，对，您赶紧完事。五点结束啊，我就回家。对对对对对，这行吧？这可以了，回家睡呀。睡不了。为什么呀？我不得洗洗衣服刷刷鞋吗？对，太脏。对，又喝吐了，对吗？等衣服晾干就十点了啊。这不行，这又不行。我觉得这法子不好啊。再说了，我觉得是不是成为艺术家跟这个岁数也没多大关系。对呀，有那个中年艺术家。那你非得跟我说60，对吗？你像岳哥也好啊，咱师傅也好，谦大爷也好，人家岁数也不大，也不埋没人家的艺术水平。是喽。对，你像谦大爷，人生活也不规律，抽烟喝酒烫头的，哎，活得也很开心。那可是开心跟健康是两码事。但是他的身体没有问题。对，有问题他能告你吗？至少看着很健康，对吧？对呀，其实里边已经楼了。他能成功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呀？他知道的多。他知道的怎么那么多呢？他看书啊。对，他喜欢看书啊。他太爱看书了。对吧？人人的都得这样。对呀。就这学习，你爱看书吗？我喜欢看书啊。爱看书。我爱看书。多看看书。是。书也喜欢让你看。你看看二大爷来。二大爷，说话别动手啊！南拳，河北腿，还连招呢！你这个，谦大爷爱看书，爱看书。他不仅看书，他还写书。哎，他写书啊！他出书。对对对对，那写的书多好啊！写的什么呀？玩于谦。这他都能写，我也能写。您来一个。耍进贺兰。玩人家书我也写，你也写，我也写，但是写书的前提我是不是也得多看？对，你得知道什么叫书。对对对，我多看看啊！我平时我也在这看看书啊。这个对于你的生活，对你的学习，对，对你舞台表演，这种行为啊，就是酒拿的。下回喝点瓶装的，别老喝那个散白了，好吗？怎么了？这干嘛呢？在这儿看书啊？哦，这不翻页吗？尝尝咸蛋儿。我喜欢吃手。哦，好。管得着吗？我这样啊，多看看书。我晚上十点我就睡觉。好，睡吧。我睡觉，今儿不能喝酒。对，不能喝酒。对，早睡早起。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对对对对，早晨啊是人呢记忆力最好的时刻。没错，不能挥霍了。哎哎，早晨起来多看看书。嗯，哎，看一看早晨，我围着七点我就起来，看点什么书、啊？哎，比如看看啊，就是、啊、看看啊，比如柯南、小猪佩奇、海绵宝宝、机器猫。机器猫，机器猫，机器猫，一集一集的看呀、啊，跳着我看得懂吗？看漫画，都看看他，是看看吧你，都看看，看看，哎，上午看看这些书啊，在、这上午啊、休息自己先放松心情，对，心情放松了吗？放松了，中午该吃绿化带了吧？裙带菜，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是，下午还得看，还得看书。哎，得看点有用的了。看什么书啊？那好多古典名著你都得看看。比如说四大名著。哦，四大名著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过去那古人有文化人了不得，哎，规划了好多四个这个四个那个的，对吧？对对 对， 对。像四大名著，嗯，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哎，有。四大美人有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是。四大黑，嗯，张飞、李逵、你爸爸、地雷。嗯。四大牌。剥了皮的葱，去了皮的藕，你爸爸的屁股，我的手。四大绿，青草地，绿草皮，你爸爸的帽子，王八皮。规划了好多这些。这一下午光看我爸爸了。哎，咱得看一看。太好了。看看三国。三国是得看看三国。三国，看看水浒。嗯，都得看。是。你水浒传也挺好。水浒多好啊。都是一些英雄。对呀、啊。哎，对，我看看他。嗯。然后呢，我看完这本书，我觉得我绝对能带领107个师兄弟儿，哎，绝对退出德云社。主要是退你退出，我相信。主要我不相信你能凑齐107个。我就看看看《西游记》，是看完《西游记》，我让我师傅带着我取经去。太好了，哎，看看这些，嗯，这些学习完了，多看看还有好多的。还有什么呀？相声大全也得看啊，相声大全得看呀。这个对于咱相声帮助是最大。是，哎，看看那些老的作品，嗯，都给他学习吸纳过来，这以后就是我的知识啊。晚上
晚上也得看，晚上得看点放松的。晚上看什么呀？对了，你比较入眠一点，看点小说吧。哎，小说好啊，比如什么《最后一个道士》啊，小说，有这个，有这小说，《最后一个道士》有，《最后一个和尚》嗯，《最后一个喇嘛》对，《最后一个尼姑》，《最后一个太监》嗯，《最后的晚餐》对，都看看。您看完这些书，这就是咱们最后一场演出。对，这跟相声有一点帮助性吗？你这人呢，我觉得你就是阻碍我学习，你阻碍我成功。快看最后的晚餐看看吧，达芬奇有秘密要告诉你。我就看这些书，看看。知道老子为什么写道德经吗？为什么呀？我老子愿意。看，甭管我啊，不管，不要阻碍我成功。好好好，我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好，我就早睡早起，我多看书，我努力学习，我就是未来的艺术家。加油！谢谢大家伙对我的支持。加油！谁也阻碍不了我成功。好好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啊，10点我是不是得玩牌？玩牌玩牌不去，不行，玩牌我不去，他们不带我去吃夜宵啊。不吃夜宵，我夜宵要不去的话，他们不得像骂你一样的骂我呀？他们不能天天骂吧？你不天天去呀？天天骂呀？那个不行啊、嗯！我呀，我到那儿，我吃点我就走，吃点赶紧回来。对，少吃好，少喝，到家就睡。5点我就结束。5点别吐了，也不洗了啊！洗了再洗，下午5点再洗。吐了就让它这么脏着，无所谓。不是，主要我觉得那个地儿我不一定到得了家。你干嘛去了又？我不得跟司机道个歉吗？啊、嗯！我不得给人刷刷车吗？哦，我不得赔人200块钱吗？太棒了，吐出租上边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不行，行，这又不行了。你老，我觉得呀，啊，这成功看书也不一定是好的。还应该要什么呀？郭老师也不看书哦，他没学历。对呀，对吧？他初二肄业，嗯，初二肄业，朋友们没念完吗？但是不影响人家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啊。为什么？为什么？他知道的多，他观察生活呀，他有那些新作品，生活的阅历。他靠这些新作品吸纳了好多的朋友的支持，没错。他这些作品哪来的啊？生活当中的积累。对呀，他观察市民那个人生百态。嗯，这个是个法子。对呀，您也观察。对，我得这样。是，我这样，我晚上我10点我早点睡啊，我10点我就睡，到家我就睡。我今儿我得早点起，不能7点起。哦不别晚了。对，第一批工作的人们已经到自己的岗位了。对，都睡完早了。我3点。您3点干嘛去？起呀。3点起，3点我就起。去哪儿啊？起来以后围着3点半左右 啊，我到早点部，我给他敲门去，我叫他起床。好，英雄。我叫他起床，嗯，我得观察看看，我得看瞧一瞧啊，嗯，我得看看那个豆浆人家是怎么打出来的，嗯，这油条它是怎么炸的，这烧饼是怎么烙的，对吗？那煎饼果子它是怎么摊的，我得看一看，嗯，我天天看。哎，你就说，嗯，我这样我看他10年。我怎么样？这些都得会做了吧？对。但凡有一个不会，你也太笨了。我看他10年，我就赶明儿买早点去了。对呀，这看10年，这做早点，不是看他10年呢，我就把他这个人呢、啊嗯，这个状态，哎，他这个人生百态呀、哦，你们每个人他在干每件活的时候，他是什么个面目表情，是是是，他什么心理活动，我都给他拿捏住了。好好好，记在我的本上，嗯，都写下来，写下来就这都是以后我演出用那个舞台上表演的素材。太好了，这都是对我有用处的，优秀了，多观察生活，观察，嗯，就这样，嗯，我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好，我早睡早起，嗯，我观察生活，体验人生百态。对对对，我就希望我绝对能成功啊！哎，我就是未来的艺术家。对，谢谢大家伙对我的支持，嗯，谢谢。对，我感觉你们现在不大支持我了。对呀，你们仿佛对我不大信任。因为从10点开始，他们得叫你去打牌，你要不去呀，他们就不带你去吃夜宵；你要不去吃夜宵啊，他们就得像骂我一样的骂你。你要听我一句劝 啊，打完牌之后直接把这帮人领到卖早点的那儿，你们喝着豆浆吃着油条骂我，岂不更开心？你说你上台说了这么半天，有一句是人话吗？啊，哪句你听不懂？到那儿上那儿单干，给人加油去，天天在家里看书，看机器猫机器猫机器猫，不是看懂了吗？最可气健身上那钓鱼去。
这是你最可气的一面了，还我还写作观察生活。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别说写一整段节目，连一个节目的名字你都写不出来。如可松，嗨，一场搭档，你有点瞧不起人了。我怎么瞧不起人了？你有点太看不起我了。干嘛呀？写不出活来的没有关系，怎么还有连个活名字都写不出来？你写不出来呀？名字就写出来了。名字是十点钟开始。别说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五宏图》，表演者烧饼岳云鹏。这边还有人呢、看看吧，好家伙，广场上还站着四百多位啊！这个广场还站着四百多位呢啊！这个刚才这场说的不错，是这两位，一个叫靳鹤兰，一个叫朱鹤松。哎、是是是，您真喜欢靳鹤松是吧？哎，朱鹤松，上来就嘴瓢，这不合适啊！哎，确实见着您这个发型还是比较这个突然、啊、我也觉得很突然，前两天没闲着没事，我自己刮了一下，我觉得我以为这个月没有活了啊，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劳动就来了来了。哎，他也是很不容易来到我们这个三里屯的小剧场。哎，第一回。哎，这个剧场呢他是第一回来，真的。你确实我们这儿开业好几年了，我第一回来，我不知道这儿还有观众，我真的啊，这儿的票我估计得，这儿一百，这儿得38吧，我估计得，这儿只能看捧哏的屁股啊，对不对？别。如果我跟孙越说相声，我站那儿，你完全看不到我呀。就站那儿，你要站那儿转过来，也跟看屁股没什么两样，是吧？你的意思，我脸长得像屁股是吗？我想起孟鹤堂那小包袱来了啊，就是开玩笑。你别玩笑，就说他呀，好久没在这个三里屯，没来过三里屯小剧场演。哎，对了，今天是第一次。哎，对了，依照惯例呢，你应该跟这个龙爪子握握手，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握完之后呢，你就知道5000块钱有多贵了。这有什么包袱吗？之前什么张九南啊、秦霄贤啊，天天跟这龙爪子击掌，然后后来就坏了。剧场经理就写着损坏这个赔5000啊，那咱就别摸了，那就别摸了。我本来这一天我也赚不了几百块钱，开玩笑，哎，玩笑玩笑啊。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把他请来啊，让大家伙开心。为了把我请来，让大家开心。哎，对了，我也开心啊。对，好久没说相声了。小剧场演出啊，跟那个录像还不太一样啊。对了，贴近观众。走进生活。哎，太对了。哎，给我们百姓带来了欢乐。哎，哎，确实是，尤其他呀，很少来这个小剧场。哎，没错。现在已经啊，对我们小剧场这个演出节奏呢，也不太了解。稍微有点生疏。对，按理说呢，像人家这么红的相声演员呢，上过春晚的相声演员。是我经常上电视的相声演员 啊应该让人家有个机会啊，站在这个桌子外边逗逗，因为毕竟啊，我们也知道观众的这心态啊，爱看您啊。不今天主要是看您是逗哏，我是捧哏。不是，但是为什么说不让你站在外边呢？为什么呢？他也是有原因的。哦，那您给说说什么原因啊？因为什么呢？就一般来说呀，这个逗哏演员跟捧哏演员啊，都得挑一个优秀的人站在外边。那您的意思，我不够优秀吗？就咱俩在一起，我不够优秀吗？很多方面，不是说一点点的问题。哟，很多方面都不如你吗？甭说多，往大了不说啊，啊，咱就说眼巴前儿的啊，你没头发，你就说眼巴前儿吧。说相声就说相声，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好吗？我受不了，我怕你现在耳朵也背，因为
为逗哏演员就用这只耳朵就行了。我看你这边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稍微差点。主要这都开玩笑啊。嗯，我说真正啊，我在比他有过人之处，不能说每个人在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很优秀。嗯，相声、喜剧，您算这个，好吧？嗯，不恭维。不恭维，嗯，是吧？嗯，但别的领域，嗯，您跟我一比，您稍微就逊色了一点。那您得说一说了。那比如呢？啊，什么领域我不如你呢？比如啊，就天文。你自己信吗，表？你自己信吗？不，你要是不，你看那个嘴，你看那个嘴型，比如天文。你要是不戳穿我，基本上有仨人是相信的。行行行，因为刚才嘬牙花子，我就听着有仨人。哎，对就我信了天文。哎，对了，我还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就拿今儿来说吧，咱们祖国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壮举啊，神舟十三号飞船啊，载人航天又上去了，又上去了。哎，啊，本来啊，仨人里边有我一个，是吧？真的，我。为了跟你说相声，不是我，人家是坐着飞船上天，你怎么不上天呢？你怎么？我也上天呀，啊。仨人里边应该有你，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宝贝儿？今儿不优酷观录吗？我一想，这肯定比那给的多呀。啥钱咱们不得挣啊？对不对？行行行，在天文上有更多的建树是吗？哎，对了，我现在啊。除了在咱们德云社挂靠之外呢，我呢，你听这词儿挂靠啊，哎，逻辑重音在挂上，逻辑重音啊，不是逻辑中音，逻辑重音在挂上啊，挂上啊，哎，挂靠，挂靠德云社，嗯，我本职工作啊是什么？哎。孩子都瞧不起你，孩子可能坐那是瞧不见我。我跟你说，甭别人，就你现在，我就跟你一人就来劲啊！你跟他来什么劲？他是个婴儿。我只能跟他来劲啊！我现在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航天局吗？国家航天局是吧？有吧？您是？哦，你看他心够。哥们儿您站这儿，你们聊啊。我撤了。这不撞枪口上了吗，宝贝儿？这不是 他绝对局长是假的。今儿倒计时，你不得倒计时去吧？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一事儿，他保证听相声来了。这不已经上去了吗？人家可以消遣了。哦，对，也是，就国家航天局啊，有一个天文气象所。你看那个要死的样子。哎，对，他是在总部上班。那您那是分局？哎，对了，昌平分局。别昌平，现在我们归亦庄管。亦庄分局。对，对，瀛海分所啊。咱不能再说了，再说一会儿都堵家门口去了。咱实话实说，我算是研究天文气象这方面的专家。哎，行行，得信，要不然节目进行不下去啊。这方面的专家。哎，对了，哦，那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跟我们大伙聊一聊啊。比如说吧，我跟您分享一个，嗯，我这么多年啊研究出来得到的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哎，就说这个没有人之前啊，只有天和地啊，这没毛病吧？啊，对，你否定过？有毛病啊！原来没有天地是盘古劈开的呀！怎么接不下去了？盘古开天地，对呀，盘那是神话。啊，那是神话故事啊！原没有人之前，只有天和地，哎，啊！好好好，我信了。后来，逐渐的，嗯，女娲捏出来的小，我怎么随着你就说了？不是，就是天地啊，天和地，
人呢其实就生活在地上，好多人都说呀，这个传说也说了，说是人啊是拿这个泥土捏出来，嗯，所以说呢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其实啊这个就是天人一理。谁听懂了帮我解释一下。我说的这个不是一个灯谜，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天人一理就是什么含义呢？啊，换个俗语的讲法就是天上有什么相对应的啊，在咱们人身上，哎，也就有什么。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哎，对了，是吗？是这样吗？哎，对了，比如说吧，天有一道天河啊，人有一挂大肠。天上啊有无数的星斗，人身上有无数的毛孔。腿毛？谁说腿毛？哎，毛孔。天有四时啊，春夏秋冬。人呢？人有四肢，俩胳膊俩腿。俩胳膊俩腿。哎，那哪胳膊代表春，哪胳膊代表秋啊？每个人不一样。哎，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啊。哎，人有五官啊，眉目鼻口耳。你有吗？行，你都有都有定啊。哎，天火烧云呢？人有啊，人有烂眼边儿。哎，也是啊，火烧云烂眼边儿。哎啊，行行，这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还有什么？是不是这算研究出来的？哎，研究出来了。哎，听着新鲜不新鲜？哎，这是传统相声，哪有什么新鲜的。我不爱理你就完了。往下赶紧入活吧，宝贝儿。还有呢，这个再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咱们可以一块聊嘛，聊聊聊，说相声就一块聊天，聊聊聊。哎，咱们可以探讨一下，嗯，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阴天是怎么？阴天就是莫文蔚唱过那首歌呗。阴天怎么回事？跟歌，咱说的是科学。阴天，哎，不是不开灯啊，天气阴天，老天爷的公式太简单了，大伙都知道啊。相声演员经常上电视啊，说出来老天爷的公式，那叫封建迷信，不是科学的解释。老天爷张嘴闭嘴老天爷啊，有没有老天奶奶呀？他们俩人怎么认识的呀？是抖音啊，还是陌陌啊，还是微信呢？优酷认识。你知道还挺多，哈哈哈，对不对？有没有生了几个小老天爷？对不对？享受没享受三胎政策？有没有？对不对？你别张嘴一说，万一人孩子信了呢，误导少年儿童。那你说，对不对？阴天怎么回事？我知道啊，我肯定得说呀。那你说说呗。啊，说说呗。跟大伙儿普及一下，聊聊啊，说说啊。不是，您就这么跟人家说话呀？那怎么说呀？啊，你知道？说啊，说啊，老话没教给你吗？什么老话？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啊。有老话。平时您走大街上，当然你也很少走大街上，你跟人家问问路，您好，我是岳云鹏，受累问您一下，八宝山怎么走？你是不是跟人客气点、啊、我上那儿干嘛去？我上那儿保不齐去那儿演出去呢。你得火呀。八宝山给谁演出啊？行，问路。对对，你是不是得跟人客气点？跟人客气点。当初跟师傅说相声的时候，学相声的时候啊，你跟师傅说学相声，你是不是你也跟人客气点啊？啊，郭德纲，听说你相声说的不错，你说一段我听听，我听听。这么演能这样吗？不能，那不能。那还是的呀、你跟谁，你问人东西你就得客气点。咱虽然说师兄弟这么多年了，你我也不白教你，对不对？你客气点。你观众一上来你给人鞠躬的时候，你也没见你这那我怎么客气啊？你稍微你鞠个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嘛。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行，不就鞠躬吗？对吧，你好好的，你从下场门上来，你给我鞠个躬。我还从下场门上来，咱们鞠躬。多谢今儿优酷录像，你让记录这一时刻。我，你从下场门来一遍，简简单单。对对，你就鞠躬，就好比是问路一样。哎，对，就这么点儿事，我难，对不对？谁让你老不来剧场演出的？你这还挺对称，你看这俩。云鹏到剧场演出找不着门了。就鞠躬吧。啊，行，鞠躬。您可说说这阴天怎么？您您是不是脑袋太大了？您这颈椎支不住了吧？嘛呢？鞠躬。知道您这鞠躬不容易，打一机灵呢，没事吧？你才尿了，怎么回事？这鞠躬你鞠躬，你跟观众也这么鞠躬呢？一上台，那我不够七十度也得够四十五，不是我矫情，您这太过分了，还得要度数。我的妈呀，太繁琐，说相声繁琐，还是综艺好。行，鞠躬吗？不是，你好好。行，你捧个演员嘛，对不对？真笑话，您是不是老去八宝山呀？刚才你说的八宝山，你是不是上那蹭花带去了？你上那儿？我有病！我上那儿蹭花？你这套流程还挺熟，人家鞠仨躬不行，你还得转一圈，不都得转一圈吗？还得带着沉痛的心情。那怎么着呢？您就好好的给我鞠躬，我就教教你。您那鞠仨，咱俩没必要那么大理儿。肯定我年轻。行，好不好？差不多得。行，咱也甭多追究了，因为毕竟这事儿呢，它仅仅的是一个话题。嗯，它也并不是说多大的一个科学成就。嗯，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兄弟？我说多少话呀？行，对不对？甭管啊，以后有个什么样的场合，什么叫天文研讨会、学术鉴定会、天文后援会，突然有这么一位站起来，天文还有后援会，现在什么都有后援会，突然有这么一位站起来了，各位列位在其位，咱们聊一聊阴天是怎么回事吧。全场鸦雀无声，哎，只有您说相声的岳云鹏突然站起来，按照我教给您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说，大家伙暗挑拇指罢了，还得是人家相声演员岳云鹏，人家竟然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你不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回事啊？没太阳。传统相声也乐也，哎，也乐了。要不咱俩绕圈吧。啊，就是没太阳，没太阳啊，有道理吗？有，但这只是啊，我刚才主要是怕您啊，不老看得起我，也是一种不自信。不是刚才，是一直啊。我就是为了呀，嗯，说白了，让您尊重我，对我以下的这些个言论呢，能重视起来。哦，您以下还有什么言论呢？当然这刚才那就跟说相声有个电话小包袱，小包袱。哎，后边这绝对是我研究很长时间。那我们听一听。哎，我发现啊，嗯，这个天地分为阴阳，阴阳呢又分出五行来，五行有什么呢？啊，金木水火土。哎，这五行呢又染生出这个八卦。哪八卦？八卦是什么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这不是忘词，这多词儿啊！这是八
卦不是说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身伤度九紫金开。哎，对，八卦。哎，八卦。啊，哎，这不叫什么能耐呀、啊！他是以为我真忘词儿啊，演得像，演得像。不是，我是数这多好几个八卦，嗯，好几个、啊、八卦，八卦。这个根据我的研究啊，嗯，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都离不开这七个字，阴阳金木水火土都离不开吗？这才是正题。这话说的太大了，就是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是一理，只要您想得到看得着的啊，哎，全都有，离不开，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哎，乒乓球怎么的人家乒乓球捧哏演员都一拍桌子就说您给这桌子找找有没有阴阳金木。那是传统相声，我来了我得改编一下啊。乒乓球阴阳金木水火土在哪儿？来，赶紧的。乒乓球找阴阳。对，乒乓球有了阴阳，乒字儿为阴，乓字儿为阳，乒乓。你看我的嘴型，哪儿的事儿啊？他可能有点不太相信。啊，咱这么说啊，啊，乒乓球啊，它首先来说是一个圆形体，对，哎，对吧？球嘛，它就是外边全都为阳，外边为阳，哎，能受到这个阳光照射的面，大家伙统称这个面叫什么呢？阳面，哎，就为阳面，哦，哎，它就为阳了。里边没有照射角的地儿，那就为阴面。哦。找着了，哎，那要是透明的乒乓球呢？啊，算了算了，咱还回家呢，好不好？咱回家，咱行行行，好吧。外边为阳，里边为阴，那金呢？你别让我后悔把你请来啊！金，乒乓球的金，哎、乒乓球好找金啊，啊，对不对？乒乓球，咱们中国拿了多少金牌？有没有金？这个确实好，确实对的。哎，乒乓球本身的金呢？一般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到我这儿不行。就是乒乓球啊，乒乓球它不是说那个不是说谁都能做出来的吧？对啊，它是得拿这个机器做出来的。对啊，哎，机器得是这个钢铁制作吧？对啊，哎。钢铁它得是有金属性质，它有金了。那不行，太远了。本身乒乓球离乒乓球很近的。对了，你知道什么叫乒乓球吗？我知道啊。你看，就是俩人得站对面啊，俩人得站对面。对，中间有一网子啊，一人手里赢十一个球吗？那个。不是你说你都爱看谁？我爱看邓亚萍。刘国梁、张怡宁、王楠、大魔王，这多棒啊！张继科、马龙，怎么了？我哎，有了，这都没有金。我想想啊，这个啥意思啊？这都没有金？没有金。我想想啊，有这么一个乒乓的这么一个干将。干将？哎，你说那个都属于乒乓明星了啊！大家伙视野当中就跟。体育明星他有爱这个有爱我就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叫什么哎叫做还是我亲戚啊哎我们家亲戚啊叫做牛剑锋有吗有你看看你不信你查牛剑锋跟金有什么关系啊哎他风啊对呀、啊、他那个风是雷锋的风金字边那个风他天天老拿着乒乓球，哎，有金了，啊！你叫什么？牛剑锋？对，跟你亲，你不是姓朱吗？哎，猪牛都差不多，能跟那个体育明星搭上就，稍微有点生硬，但是愣够人家。哦，风啊、金字边也算。沾金就算吧，我说刚才就说到金牌那儿不挺好吗？你非逼我，
金牌子就可以圆满的落幕了，对不对？啊，行，沾金就算，哎，沾金就算啊，金着了，哎，金木木，那个乒乓球那案子，木头的呀，木头的，哎，拍也有木棒，对不对？水水，哎，对了，这个乒乓球啊，这个发球的时候大家都见过吧？啊，托在手里边啊，哎，好多运动员也有习惯往上面吐口水。那什么习惯？那叫吹球。有的人是吹手，手里有什么呀？再说现在不流行吹球了，不让吹球了。哦，不让吹了。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哦，不让吹球了。嗯啊哈。本身找水。对呀、啊。那当然得有了。嗯。咱们中国得了这么多金牌。对呀、啊。是吧？咱们运动员付出了多少汗水？这得有水吧？这好，你这每个赛场上的乒乓球挥汗如都有汗水，必须的。这好，出成绩火。你这就不用提了，乒乓球在咱们中国火不火？火吗？异口同声吗？你要反驳我就反驳观众。好，这过了啊。那，哎，土。只要咱们中国健儿在这个乒乓的赛场上，这个金牌肯定是尘埃落定，就是咱们中国的。好，好，那跟土有什么关系？尘埃吧，尘啊，就是尘土啊，一个小加一个，哎，赖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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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好好，哎，是不是万事万物？就这一个还万事万物，你等着我的，等着我的。万事万物，你问，你接着问，你可以接着问。冰棍儿啊，冰棍儿，阴阳金木水火土，有，冰棍儿啊，装在这个袋里的时候啊，它为阴；拿出袋里准备吃的时候就为阳了。你这个，我吃那冰棍儿没有袋儿，散装的，散装的。东北哈尔滨大街上随处可见啊，散装的，要一个给你递了一个，要俩给你递了俩，没有袋儿。哥，你这么大明星吃散装冰棍，跟明星没有关系，不要老提明星，不要老提明星，明星的听着就过瘾。没有袋儿，就是一根一根的。哎，对了，就是马蒂尔那种。那我不懂，反正那我得说，我们家乡品牌啊，哎，那个那有阴阳，他这个冰棍得装箱子里啊，啊，对吧？啊，冰棍箱子里边为阴，你拿出来吃的时候为阳。那不行，哈尔滨大街上没有箱子，就摆地摊儿，化不了，哈尔滨多冷啊，化不了，化。就是你拿起来反正是为阳，这肯定了吧。你先承认他是不是为阳，咱再找阴。妈呀，咱有一个算一个，也是。行，我认了。哎，为阳吗？拿起来为阳。哎，这冰棍不能回家砌墙去吧？砌什么墙啊？是不是得吃啊？对啊，搁嘴里就为阴了。对吧？没毛病。嗯，行，观众是上帝嘛，人家说行，咱就行。没问题。金，牛剑锋爱吃冰棍儿，那不行啊，各位，那不行，不要再提牛剑锋了啊！我今天认识一位牛剑锋，金，冰棍的金。金棍的金冰棍不行是吧？金冰棍，冰棍不是你多少钱买的呀？一块钱啊。钱字怎么写呀？金字边。哦，跟牛剑锋那锋一样。举一反俩。啊，沾金就算。沾金就算。啊，木。木棍啊，对，木棍啊。哎，冰棍那杆儿是木头的呀，对吧？没毛病。你们管它叫杆儿啊？都叫冰棍杆儿嘛。你叫什么呀？在我们那儿就冰棍的滚儿。冰棍的滚儿。冰棍的滚儿。啊啊！木有了水。化
化了化了，你看这孩子。这以后这就是博士，你看见没有？因为这孩子带着博士轮呢。以后这种包袱别使啊！我以为孩子都爱听。行行啊，化了就是水啊，成分大部分得是水。哎，主要成分是水。火，火，嗯，就是你这冰棍有人啊，我想想啊，有火，有人喜欢烤着吃，不像话。烤冰棍不像话。这个虽然这个东北烤串之都吧，不行不行，就冰棍你有的人喜欢咬着吃，对啊，有你喜欢舔着吃，那你甭管啊，就是说就是你舔冰棍的样子很惹火。哦，哎，好恶心！你确定这一段优酷不给你掐了吗？这不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你吃冰棍儿，你吃，哎，对，这说就肯定有了，你吃了冰棍儿，哎，你就去火，哎，什么拜拜火呀，哎，什么，哎，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吃冰棍儿上火，你甭管上火去火都火呀，哦，也有火，你都有火呀，对不对？你上火去，我没听说我吃完冰棍满嘴长包的，我头也听说。哎呀，土，哎，掉地上了，对呀，啊。掉地上不行，掉地上不行，掉地上不行吗？不行不行。这个，你吃冰棍吃完冰棍那个杆儿，你扔哪儿啊？冰棍棍儿。垃圾桶啊，桶里桶不行啊，冰我不要，冰棍那杆儿，冰棍那杆儿原来是木头的吧？对啊，木头原来是什么呀？树啊，啊，没毛病吗？啊，树长在哪儿啊？有没有土？行，哎，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课题？哎，哥，咱。啊，不是话筒，喂，话筒，阴阳金木水火土，来话筒。我哥，咱差不多得了，你来这儿不，啊，来这儿捧我来，不是回我来，好不好？我现在很开心，很 happy。小伙子，刚才那小孩，你说一个。岳云鹏，阴阳，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鼓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这个包袱，这有什么可笑的？但我觉得你好找阴阳，你太好找了呀！你们乐的肯定跟我那个不能播出，你知道吗？你就是啊，哦，就是我说一个肯定能够播出标准的啊，岳云鹏啊，看似很阳光的一个男人。但是心里边怎么那么阴险？有阴有阳，啊，看似阳光的一个男人，哎，其实很阴，哎，阴阳，啊，金木水火土，岳云鹏的金，你金命啊，过了啊，你木，哎，木，你早有一天麻木了呀，你，你有病吧你？好吵啊，各位！水，水啊，早些年咱都水着的，啊，以前很水。哎，火，现在多火！哦，哎，土，尘归尘，土归土，就现在这地位，我早晚得落灰是吧？不是，捍卫不动，就得捍卫不动啊！行行行，这简单，这简单，行。行，你弄点那好吵。时间差不多了，9:48了啊。那个，我再给你出一个难题啊。好找的啊，很快就能结束的啊。对，哎，生鱼片。阴阳，金木水火土。哥，你是对弟弟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呢。就是你看人我哪儿好，我改。
我不行，我来不及了，来不及，我今天必须把你难住啊！生鱼片、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哪怕缺一不可，哪怕你说一个完整的原发物体，您这都改完刀端上来的。对了对了，传统相声红果咱不使那个啊，落后了过时了，咱就生鱼片。哎，生鱼片当然有了，嗯，当然有，没有的下不去，对不对？他肯定有生鱼片，生鱼片这个玩意儿，生鱼片肯定不能大街上吧，不能在大街上吃吧？对啊，对吧？对，生鱼片你也不可能穿成签子烤吧？不可能吧？不可能吧？生鱼片你是得怎么给一个小容器得端上来搁你这儿吧？搁盘里，搁盘里，有了。挨着盘的那个面就是阴面。立起来那面就是阳面，哎，分出阴阳来了，啊，阴阳，跟盘有接触的是阴面，哎，对，上面的，哎，是阳面，哎，对了，对，啊，阴阳，哎，对，金，牛剑锋爱吃生鱼片，不行，不行，沾金就算不行，嗯，那个生鱼片，生鱼片，你生鱼片多少斤啊？500克。我连那个斤都不跟你说，500克。对，多少钱买的？不要钱。不可能，不可能！你这到哪儿去？你吃东西不给人钱？我偷的。不能说偷，得正常渠道来的。咱这录像呢？你这一会儿破案了。哦，录像呢？我一会儿为说一下进去了，你知道吗？我自己捞的。自己捞的。对了，哎，对了，他捞鱼啊，他得拿这个铁网啊往下撒鱼，你知道吗？没有铁网，没有铁字怎么写？金字边不行，不行，沾金就算不行，不是铁网，不是铁网，嗯，拿一罩里，罩里什么的，不锈钢的，不行，不行，不用，哦，不用，不是，你在哪儿捞的呀？河里，哪条河？亦庄凉水河。一会儿我们家住址全出去了啊，太下本了。凉水河，哎，凉水河捞这鱼，嗯，捞这鱼，凉水河那是活水呀，它不是说像湖面死水，对，活水，对，活水想捞这鱼就得坐船，船得是铁的，船有劲，船木的，大部分是木的，木的，木船得有钉子，没钉子，我拿胶布缠的。下班了，只能撑10分钟，捞出来我就撤，10分钟到台湖了就可就，那你甭管啊，不用钉子，就10分钟拿胶带缠一个木头船，哎，对哟，趴到中间，哎，啊，顺着水流就开始，嗯，你有个杆吧？不用，杆也不用，对，用什么玩意儿捞的？手。手怎么捞鱼啊？就这么捞啊。这就是您那鱼钩啊，我上面绑一蚯蚓，坐着那个船，胶布缠的那个船，把手伸下去，一会儿差不多，哎，咬了，哎，就这么就给勾上来了。我都没听说啊，没有金呢啊，这鱼。能傻到这么大个一手指头都咬钩，哎呦还挺疼，差点撕裂喽。您钓上那是不是胖头鱼啊？您钓上那个，那你甭管，哎，找金，您有金啊？生鱼片，你那个生鱼片是不是金枪鱼的生鱼片？有没有金？凉水河有金枪鱼啊？你疯了？这新发地那边翻车了，冲过来的可能是。新发地翻车了，金枪鱼自己溜达到凉水河，就为了让我，哎，滚！啊，不行啊，不行，这不能说是海鱼是吧？钓了一个什么鱼呢？得有金，金龙鱼。钓上了一桶油，
这倒挺合理，这倒够得住。没那个，没那个。那你得说什么鱼种？鲫鱼。鲫鱼，鲫，我头回听说生鱼片鲫鱼。对了，鲫鱼的生鱼片。鲫，你什么鱼生鱼片？你是鱼变成的片。对啊，你怎么从鱼变成的片？你是不是得拿一个开刃的这么一个铁片给它划下来的？啊，不用，不用。繁琐，拿线勒，一勒就一片儿，很匀称。有筋吗，宝贝儿？有筋吗？我想死。生鱼片有筋吗？生鱼片拿线勒啊，一勒就一片儿，往那盘上一铺，哎，那底下是阴面，上面是阳面。啊、牛剑锋不爱吃那个。哎呀，牛剑锋非火了不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有筋，吃这个生鱼片，你不得镶一金牙吗？我自己的牙挺好。啊，这行行，大家伙都吃过这个鲫鱼是吧？啊，鲫鱼，鲫鱼吃鲫鱼啊，其实有那么个老话了。嗯，叫什么呢？没有筋这老话，那个叫什么？就是鲫鱼好吃，刺儿难摘。行吧。哎，都知道鲫鱼刺儿多呀。啊，刺儿多。您这么点一个生鱼片，鲫鱼的生鱼片里边，嗯、大概一个片上面有这么五千个刺儿。这么点鲫鱼五千个刺儿，那是刺儿鱼。那还有鱼吗？那个，那怎么勒啊？没有那么多刺儿，反正有个三四百个刺儿吧。那我也没数，反正是有刺儿，反正刺儿不少。嗯，你吃鱼呢，他又不愿意嚼。谁不愿意嚼啊？你呀、啊，我愿意嚼啊。你不没有牙吗？你姥姥才没牙呢，我有牙。有，反正这鱼刺儿得扎着你，很容易就扎着。吃鱼很容易就扎着刺儿，那行行，找筋就行，有筋吗？扎不是你别着急呀、啊，你别着急呀、啊，哥哥，你就快了。比如说你这喉咙里边扎一刺儿了吧、嗯，你在家肯定不行，你得上医院吧。我带你去那个西铁营医院，铁呀、啊，西铁营医院怎么样？你去那儿，我认识熟人，友谊医院。你说西铁营医院不说铁有金子边儿。有医院啊，对，有医院也行啊，有医院也行。你到那挂了号，大夫出来了，啊、让你得张嘴吧，张嘴啊，哎，得给你拔这刺儿 啊，对呀、啊，对不对、啊？大夫让你张嘴，啊、拿出来这么一个张嘴之后，拿出一个铁锹来压着您这舌头。我多大个嘴啊！拿出一铁锹压我的舌头，哦、铁锹有点大啊，哎。掐住您的这个嘴，张嘴啊，把那个挖掘机开。不用不用，就刚才那个我缩了过的那个冰棍那个棍儿，压我的舌头就行。冰棍那个棍儿，对，有劲吗，宝贝、哎？急死我了，急死我了！不是，哥，木有了，木有了。他说什么？木有了，木有了，木有了、啊、宝贝儿，水早就有了，凉水河捞的鱼，有水就得有鱼，啊、早就有了啊！金哪、啊，金，我要金，金有金有金有金，那个什么，掰开之后压得了之后，啊、哎，他是不是得拿一个手电呀、啊？啊，手电是什么的呀？我不用手电，蜡。我有了，我有了，要不然生鱼片啊，这辈子找不着活，你知道吗？谢谢你为烧氏科学做出的伟大贡献，谢谢。辣的有火，金呐！你怎么还没忘呢？这大夫也太难了，这手拿着压舌片，这手拿着蜡、啊，他没手了呀。旁边就那叫什么？助理医师是吧？啊，护士，哎，护士，护士，比如说你张着嘴，抬着头，啊，这边压舌片，这边拿了蜡、啊、油滴里边怎么办、啊？
那我不管不管。哎，对，他是不是拿得拿的那一个哎底下啊是紧的啊，两个是分叉的，捅到嗓子眼里把这蹬出来、啊。你说那个底下紧，两个上面分叉那个，我不治了。我不治了，我回家了。有劲吗，兄弟？有劲吗？水有了，木有了，火也有了，有劲吗？有劲，有劲！你回家你也得掏出来呀、啊，把这刺儿啊，你怎么弄出来？抠不着，够不着，不能把手都塞进去是吧？喝醋。喝醋最不科学，谁说的？谁说的？哎，喝醋科学吗？能咽下去吗？你要是没了，土就来了。他们就是害你啊！那我吃馒头，吃馒头那不行，愣噎。本来这刺儿在这儿，这儿吃一馒头往下睡，一照 B 超，肚子里有个海胆，你这玩意儿不行。你得想辙，你听我的，还是西医。就听我的，开刀，开刀最省事儿，肚子一拉开，一拉开，哎，我一开刀，那些个工具都是铁的、钢的呀，对不对？金子片那不行，那不行，我看中医。我没听说。我肚子里有刺儿，我看中医。中医没法看这病，怎么不能啊？这怎么治啊？中医八卦啊，八卦，一个刺儿，八卦拔出来啊。一揭开那个罐是这动静吗？哎，一罐子刺儿，得有劲吗？有劲吗？岳云鹏，你太不是人。我跟你说相声，我太累了。你是人吗？你老跟鱼刺儿较什么劲呢？有劲吗？不是，没听说过鱼刺儿靠拔罐拔出来的。我就拔出来了，怎么了？你是人吗？你他一上来说都不是人话啊！拿手当钩能钓着鱼？对，我钓上来了，怎么了？你是钓上来的吗？钓上来了。哎，钓字怎么写呀、啊？二什么？二什么？钓字谁不会？一个提手，一个姓卓的卓。哎呀，还挺累。谢谢谢谢。哎，终于看着了吧？你看看。哎。刚才我们俩给大家演了一个传统相声，叫做《五红图》。哎，对。前两天我在家这个月我都闲着没事儿啊。这个头也是因为闲着没事儿，我想。这个闲着没事把头给剃了，然后那我们俩离得很近，他就问我说、哦、我们俩离得很远，你们家现在已经公布于众了，回去我就找房搬家。闲着没事就聊说那个小四病了啊，我说怎么多咱病了，咱不能愣说人上一个节目还有呢。是因为小四病了，说你让我给他这个助演一场。我说好久没演了，我就问了孙老师，我说孙老师你有时间吗？咱去给丙那个帮个忙，去给他们演一场。孙老师说我可没时间啊，也不忙什么呢。然后我就答应丙了，那、啊、跟丙说那个来这么一段。哎，到底演什么节目？我们俩也研究半天。哎，最后定了这么一个五红图，非常传统的一段相声。我说丙啊，这个传统相声五红图。大家伙都听烂了，就最后那个红果翻来覆去的倒也没什么意思，咱俩演啊，咱得重新来一个，来一个新节目啊，类似于新节目的一个传统节目啊，听出点新意来，哎，才有的今天这么一个版本的这个五红图，好听不好听，各位担待着听啊，能力有限，也就到这儿。我们有这意思了。这个现在已经10点多了，这儿本身约定是9点半。你在这待着吧，我们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朋友们爱听什么啊，这个
唱一个。前段时间我去天津演了一场竹板书，那个啊学不会，其中呢就提到了饼。我们俩那会儿在庞各庄闲着没事儿啊，就确实啥也学不会那会儿啊，就我们俩在开除的边缘来回的徘徊。哎，结果咱俩成为最老的员工了，你看。对，来回的徘徊。后来饼说他会打板，我说那咱就合作一回这个竹板书。哎，今天要不要试一试？好吧，还带着啊。再给大家唱两句。那会儿就是我们俩合作，天天在庞各庄那小院里啊，天天街坊大娘炖麻街，天天听都听烦了。对对对，再给大家唱两句竹板书《拆西厢》，好吧。单单啊，盈盈门坐，手儿托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宜，从头你要讲个明白。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唐宋相隔有这二百载，何人编出这部西厢来？差点就结束了，唱两句得了啊！哎、这个拆西厢，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让饼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我说一大段了，累了。我现在想找着金嗓子后跑。金嗓子喉，哎，有金了，有金了。还有什么？宋情郎最新的人。我就这么十来个成名曲，全让你们点了。有点不要脸。十来个可以。啊，五环。啊，五环。谁唱的比四环少一环？那不是三环吗，大姐？阿姨好久没出门了啊！北京建设挺快的。这真是唱这五环之歌，有一小包袱跟大家那个聊几句。有次我跟孙老师在这个多伦多演出，啊，在台上唱那个五环之歌，唱了几句啊，第一排有一大妈就哭了。啊，很伤心的哭。我说大妈怎么了？是我们长得太难看呢，还是哪句惹到您了？大妈说，小伙子跟你没关系，我是北京人，我离开北京已经很多年了，万万没有想到啊，都修到七环了。他说他离开的时候刚修到四环，这是真事儿，真事儿。他肯定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对对对。啊，五环之歌，朋友们会唱，咱们再唱两句，好吧？好吧。刚才我看很多朋友不好意思，怕你身边的朋友笑话你。其实你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你知道吧？就谁也别笑话谁啊！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10:07啊！啊，五环，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谢谢。把车子开上五环。宋情郎，唱两句啊，因为这个时间确实不允许我们说太多。宋情郎会唱，咱们一起唱啊。好。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
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豆豆啊，小妹妹的豆豆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豆豆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不如下点小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顺腰中我就逃出来，这一游玩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一游玩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谢谢。